生了八个月，那还是要吃饭的，还是要到三天吗？他以为新生活在那叫。你不要紧张啊！你带小孩，就不要来吃三丁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要不要？要。吃饭吗？反正已经是包包睡觉了。这样，那我包办多少？这个就是有小孩，就是很 easy 啊，很优雅的。对啊，新生儿八个月，那还是要吃饭的，还是要到餐厅吗？是没什么。蒙你好不好吃？好吃啊。你还以为新生儿会跟你叫？谁说当父母不能好好的优雅吃饭、啊、是谁说的？吃顿饭也很难吗？对嘛，简单啊。来，这种新时代的，猜猜一下，猜一下，猜一下。不是，那你慌张什么？你慌张什么？我这下、嗯、来，优雅的用餐，各位优雅用餐。我们在吃饭，他当然就是要睡觉啊。你很拽哎、欸、不是，父母要吃饭啊，所以你难道吃饭的时候小朋友在那边尖叫吗？那这样子当父母多累，对不对？身为不管是新手父母还是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吃饭，小朋友就是都在睡觉，不要在那边吵我们。哎，放在多睡一下，多睡一下。当父母不要太紧绷，你了解小朋友的习性，一些手到擒来，好不好？就我看了很多在外面吃餐厅的，那父母在带小孩去，然后小孩在那边吵啊，我看了于心不忍的。我真没当过这样的父母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龙虾来喽，龙虾来喽。不要紧张啊！不要紧张、啊，你干嘛？不要紧张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他起来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龙虾的问题。你不要紧张啊！小朋友对龙虾味道比较敏感。你刚不是不急不许？好了，我的。我这边，我跟你讲，没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跟新手父母讲，你带小孩，你就不要来吃三丁，你就在家里直接叫外送就好了。没事没事。你不要紧张啊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不是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懂了。Seven hours later， 你跟大家讲你的一派悠闲。我跟他讲沟通，沟通来，好沟通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吃的饭，龙虾跟肉。我吃完这两道，我跟你讲，弟弟，不是，他对龙虾味道过敏。带小孩出来吃饭，不要吃，不要点龙虾，不要点龙虾。好可爱，你转过来这边，我好像可爱呀，可爱呀，好可爱呀呀！你睡饱了吗？乖。好，我们现在也是冷静了一点点，你们不要慌，因为我在拍一个教育的影片。他表情超级超可爱的，他是这样子，很微困那种。不能做吗？难道当父母不能做吗？你是不是很悠闲？不相信不能做，我坐着你也不能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不能，还真不能做。你不是很悠闲？买单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打包，打包。啊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你多优秀！你看他，哎、欸，他一秒安抚下来。我跟你讲啊，育儿神器来哦，今天就介绍来。来啦，育儿神器了，育儿神器了，哪里下标？链接在哪里？我没有下标，没有链接，没有链接啊，育儿神在这里。你带你去姥姥好不好？带走，这样，父母如何好好吃顿饭很简单，来，姐姐抱去外面。那如果说，那我能拷问你吗？啊、我能拷问你吗？可以啊。那如果说隔壁桌就会说拜托我这里是餐厅哎，那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个带小孩来？那小孩那么吵，你们就在家叫外送就好了、啊。的话，父母一定会想，我们会很紧张，去安抚他自己的孩子。如果真的没安抚下来，那表示那是状况外的事情，所以大家多一点体谅，好不好？这个
不是这个，这种感觉。难道要行庆小弟出来吗？不是这个，你肚子很痛。然后不小心找不到厕所，不是故意。现在在用餐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你出来就出来了。不是现在在用餐时间呢、欸。对啊，反正就是每。然后找不到厕所，或厕所排队很长。每个人都有三级啊，对不对？像小朋友，因为我们也是在所难免的，那也尽量就是定一个比较没有人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大家互相体谅。你想到龙虾都好了吗？龙虾都活起来。所以啊，就是说我们家父母。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小孩在那边吵，然后我们父母已经尽力了。那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很吵的话，请你离开。眼睛亮了没？眼睛亮了没？亮了吗？你给他。来介绍一下这一只活跳跳。给他。好，拿着，然后坐，一气呵成啊。这只有我。看到没有？你就吃，你吃饼干，我吃龙虾。哦，你吃几片，我吃几片，大家公平，好不好？应该来的美了。手牵手，从此一起走。